就来了。嗯。然后像你也是新的头发，就是让大家知道你很危险。对啊，对，你会伤害别人，你会吃土，你很可怕。你讲啥啦？还让人家中毒？你乱讲。太可怕了！大家看到艾尔肯要远离他。啊，轻轻松松。我连要升级了，钢铁到了。干他屁事啊！阿静，你又没有上场。哎，好意思，这代飞可以远距离反击。我们去那个地灵窟看看。这个三月底，丘陵地带真的很烦。哎呦，你够喽！你够喽！他真的够了。住手！一个桃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那是什么？好特别的建筑物，感觉小小的。哎，这是好像是座古老的遗迹呢。阿纪这样好像寄生虫，都不是都不做，是在旁边吸金。对啊，他真的是，你妈受不了，放在旁边，他真的是受不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各种的受不了。托尔先生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我也从来没见过。应该说，之前来这里时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。哎，看起来非常古老，却忽然间出现。为什么？而且从门的另一头传来一种奇妙的气息，或许这里有高阶属性在运作。哎，和旧学院的旧校舍一样，会不会跟……对啊，我在想跟瓦尼玛有关。哼，这对现在你们没特别意义就是了。不过如果你们想顺道去看看，我也不会阻止，应该可以稍微测试一下你们的实力。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呀？看来在前往要塞前还调查一下比较安心，如果要进去的话就要提高警觉吧。哇，看来我们要各种战斗啦，孩子们，这个不得了啊，一定要储存一下。我们来回复储存一下，回复。嗯，有人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不是由阿静来回复，因为阿静废，看到没有，废在那边没有回复数，废。阿静可爱，阿静拿下眼睛的帅哥。肥，不是肥，不是肥。我知道你们觉得可能是另一个，但是肥。哎、欸，你超那个。超级中肯。你屁话！身为一个后勤人员，不会危险，不会做事，只会在旁边吸经验。你让他没办法。哎呦！开门的那种感觉，呜、哦，自动门呢、欸？酷哦，对啊，晚上十点多。哎呦哎呦，哎，我们刚才那边补血，这边就可以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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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要不要来喝些什么东西啊？我总觉得喝这种很奢侈。啊，我应该强化小弟才对，可以增加的 EP。 要不要把其中一个强化到2啊？不行，我没有那样子，我没有那样子的能力。哎，我说真的，这代真的很 sweet。 以前这种强化它的 EP 不会自动回复，可是现在你看，它会自动，也会帮你补到满，所以真的很 sweet。这个好了，这个给你用。我们来往前走，这里真的很特别。不思議な場所だな。なんとなく旧校舎の地下を思い出すような。
まあ、探索するならせいぜい気をつけなさい。せいぜい気をつけなさい。特别的地方，这要用以前来，感觉像三 R D 的那时候的感觉。哇哦，这样感觉这里很小，就只是这样往下，然后接着就是 BOSS 了吗？会不会？结果好大，超大的！这一把有特殊属性的插槽强化特高，以后有用。哦，我还不要先强化那种哎，空格的，无属性的，里面比想象中来的干净。是啊，果然里面似乎有高阶属性在运作。它旁边的灯你有看到吗？好酷哦！圣灵弩，你说是测试实力，那会有危险性吗？当然会有啊。拜托那啥，不过也有魔兽的气息，看来你小心点，因为有魔兽啊。但有看到这个地形吗？很方正，很方正，对啊，跟外面不大一样，就是感觉是有规划的那种，方方正正。你说威化吗？巧克力威化？你这吃货够了，你就不要吃啊，规划。有设计过的，没错。硬币假咳嗽 ，what？ 他们的名字也太可爱了。Seno， 来，你可以看到旁边出现了一些特别的，那叫什么？特别的属性的东西。这个会让他们有坏属性的攻击风纪，会图好像冰冻他了，哎呦太猛了，来试破一击卡斯利，拥有像硬币一样坚固的甲壳，一种黄金色的甲壳魔兽，居然说像硬币一样坚硬，硬币会算是很硬吗？嗯，应该。你不要用牙齿咬硬币，那一定比较硬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你怎么会？我怎么？对，我怎么会？我是不会啊，但你就我没有啊。感觉铁会比硬币还要硬，铜币，所以硬币是铜。哦，李恩升等啦，李恩你终于五十等啦，大家等你等多久了？哎，不对，李恩你才四十九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李恩等你多久？哇，哎，你们看上面，好恶心哦！哎呀，是大硬币虫，我天哪！好像虫子，可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，因为它后面有考验箱。呜呜呜呜！烤箱，考验箱啊！等一下，你看到那么大在那里，好可怕！你不要过来，这压迫感。它可以打晕吗？不行，打不晕。那种打不晕的，哎呦，这超恐怖的。有没有勉强背后突袭？没有。哇，如果现实有这么怪物，我一定会崩溃。不是怕他，是我对虫有过敏。没有，那是你。我应该就会变成赛亚人之神，然后用我的桂花西功波把他干掉。好没好没好燃夜机 l 感觉连旁边小怪都变更硬了，属性当然它地跟水是吧，地跟水刚刚好，我有地
这里。前一张地图的考验箱开了吗？没有，因为 我怕会打不赢啊。钢琴也可以应该打看看，先解决小怪。大地之枪，戳戳。这戳戳好痛。哎，他要死了，我还是先来。滴滴哔哔哔。哟。我以为在叫你自己。金块甲壳虫，这才是你。大量摄取存在土地中的微量金矿而长得十分的巨大。也乐。但是你刚才说滴滴呀，你在讲滴滴哔哔哔哩。哦，无伤，轻轻松松啊！知道你是底比尔，振奋司机。よし、100点満点だな。100点満点だな。拿到穿甲当。我可不可以吃晚餐？穿甲不行。吃啊吃啊吃啊！付款的时候没有看到取消，对啊，你要去订阅那边取消，他才不会重复订阅。哇，这边阿静跟飞，而且要54等，我觉得。明大上，你们觉得嘞？我觉得多练，多打怪。好，我觉得之后再来打。我觉得这个差那个等级真的有差。不是。没有三两三，不能乱打。这里好迷哦，这里你吃什么啊？一听就是很不健康的便利店东西。嗯，一听就是很不健康的便利店的东西。不是，就是我在冰箱发现有烧饼。烧饼那里面有油条。没有。那里面豆浆。没那买巧克力。这不可能没用。我砍。马卡塞罗。水货风。算了，普通攻击连打应该我们就死定了。没打可以回来再打。对啊，我就想说。晚一点再打也还 OK， 说不定我们打一打就升的了。街灯多蛀虫，又用发出青白色微光、恶心气囊的截肢魔兽，他是不是走错边啦？他是街灯多蛀虫，哎，这里在地底下，不是街道。这种可爱。长得跟人一样大，不敢恭维。不是，我是说它的颜色啦，我喜欢它的颜色。我觉得那也叫做漂亮吧。哦，好，漂亮。战斗終了，先に。哎呦，小爹，恭喜你升的啦！哎、欸，我看太快了。No no， 其实应该可以打的，不过要靠小飞。我觉得有可能勉勉强强，可是就怕太勉强，吃了太多的回复药啊或者什么的。我们现在物资很珍贵。什么巧克力？哎，好 Q 哦，好 Q 哦！可惜他要死掉了。嗯什么、啊？卑劣软泥虫。为什么要卑劣？我们等一下勘察一下。好硬哦。嗯。哇塞，有人说我没那技术，等一下我就去打。卑劣软粘虫将崩碎的石头包覆在身上，因而得到高度的防御力的软体魔兽，会从缝隙中。发出石化瓦斯，感觉就是从缝隙中放屁。那是神奇宝贝了，很像啊。